救一个，杀一个。为什么要去？最后一程。他真的是太，然后他太经典了。我刚见到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紧张。我也是，我也紧张。开始演的时候，他是很自然的、很顺的进去那个角色，然后全部都很 make sense， 会被被引到进去的感觉。后悔去当那个，他加油，辛苦了，然后多多加油。才不告诉你的。啊，没有。可以。我觉得真的是这一辈子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机会啊！我觉得这已经是生涯顶点了。我明天退休，我都觉得 OK。柯本跟鸡蛋有没有啦？有。跟华仔是第二次演夫妻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建立一个信任，而且有一个默契，所以我觉得像叙旧一样，感觉好像完一点都不费力气，就很自然。我在饰演我们的生活的一些片段，导演形容说电影里面的一个希望，然后或者幸福，我觉得都非常自然，所以感觉好像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办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书频道。